帅，定高了不合适，定低了也不对。行，那就先抛一抛，我下次还有机会再。对，有机会，有机会。对 ，OK， 啊，下次我再，你到了国内，我可以追踪式的采访。我追踪式的，因为我啊，因为虽然刚回到国内，我还有追踪式的采访，待会留一下问题啊。这个节目记得上次在你为我们谈过的，今天我们在邮件里留下问题啊。现在你们这个价钱，大家伙儿都抱着一个心态想了解，最后在你们是定的什么价？我还得再讲讲，因为好多那个活佛啊，在我们这个中间有些古藏文的注释，那很多活佛都帮助了我，在我们这个翻译工作中，我们翻译工作做了有五年，这个工作他们都给我们了大力支持。这幅画原来在摄影室临摹的还没有，这幅画本身是有原样的，原样是在我手里，啊、是个乾隆时期的。嗯、乾隆时期的啊。对对。下面我们看这幅画啊。对，就谈它。Okay， 然后呢，中间我们怎么去给它翻译出来、啊？而且当时这个文字翻译出来是没有中文字最全的、嗯，我们翻译出来现在的版本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中文翻译出来最全的版本。Okay， 好，知道。啊